要跟他怪我了。爸爸妈妈呢？在陪你玩。爸爸，他要出去了。我在家里等他。四个噩梦，噩梦降临了，赢了，耶！我想待在家里，加油，怪物！你把纸箱堆这样啊？为什么都要搬家？每天在那里跟关有关，哪有这种东西？林小姐，你下次陪我一起玩牌。